黑仔，，香港交通站送来的，黑仔。阿强，兄弟们，我杀了鲍玉强，请火神报仇！我也要火神报仇！兄弟，报仇！现在群雄正好中了圈套，明不明白？兄弟们，为火神报仇！走啊！走！走！兄弟，冷静！不管一切，大家的心情，大家冷静点！冷静点！走！火神！아동이 못 올라요. 아, 그거 안 없네. 요, 쇼쇼상. 에? 왜? 오쇼상, 니게르다. 거치니꺼이요, 오쇼상. 니게르다. 谢谢大娘，到我屋里坐会儿吧，快，进屋吧。
大娘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要不是您，我恐怕就被他们给抓走了。哎，姑娘说这些干什么？都是女人，这个时候不帮，什么时候帮啊？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闲逛啊？你的家人呢？我是来投亲的。哦，投亲呢？哟，这港岛的人啊，大多数都跑回内地去了。你现在来能找到他们吗？我先走了。哎，这可不行！现在外面这么乱，你出去，万一落到那些小鬼子的手里，可怎么办呢？作孽呀！连着好几天，这帮畜生到处都在抓女人呢，连上了岁数的也不放过。一到了晚上，你就能听见女人的惨叫。我呀，晚上都不敢出门。那可怎么办呀？哎，我看你呀，是个老实人，不如这样吧，我家里呢有间空房子，原来呀是我儿子住的，现在儿子没了，我租给你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我。怎么？我没钱。哎，我可不是为了钱，我呀，为的就是能有个伴儿。真是太谢谢您了。你今天过来见我，回去以后怎么说？孟基友，擦香勇，在日战区机油室管制品。以前一直是你买的吗？一直是我，他们现在非常信任我，允许我单独行动。明天晚上7点钟，日本宪兵会袭击你们的住处，你必须提前撤离，日本人会对付刘黑仔。地址写下来。你去吧。
起きろよ。おめえ、早く起きろ。早く。我已经帮了你们做了那么多的事，你干嘛还来折磨我？我最讨厌用刑了，血呀、汗呀、脂肪啊，到处都是，很不卫生。肉体刑罚代表了原始野蛮，而我是一个文明人。你现在不是正在用刑吗？这个不能怪我。听到你们被鞭打的惨叫，还有皮肤被烙铁融化的声音，我就会感到伤感。你这个人太奇怪了。多谢夸奖，我们这行就是这样，所以辛苦你了。我认为持续不断的刑罚能让你的意志坚定，现在你的心理状态已经符合我们的要求了，我需要你再次合作。我们怎么合作？故意提供假情报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抱歉，我没有想到他们临时换了住处。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都没看我的眼睛。你自己相信这句谎话吗？这是我教过你的，我教了你一切，我非常了解你。没想到你现在用我教你的技术来对付我。是我提供了假情报。那你非常清楚这样做意味着什么？没错，我是你的部下，是军人，我应该遵守命令。可他们现在在抗日，在打日本人，我不能把他们交到日本人手里。不论怎样，出卖同胞的事我做不出来。那你觉得我在做什么？你可以处决我，但我绝不做汉奸。我这是在抗日，我现在就是在抗日啊！你以为我在做什么？我就像一个钉子一样，我钉在这儿，钉在日本人的心脏里头，我随时可能死的。但是我不走，为什么？我难道喜欢冒险啊？不是，这一切都是命令。日本人、共产党对我来讲没有区别，都是敌人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，思考不给你管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思考了，你也就危险了。你可以枪毙我，我没有怨言。你看看你现在的自己，糊涂。你被他们洗脑了！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初教你们的时候，是我把你们这些大城市来的娇滴滴的小姐把你们扔在粪坑里头，我打掉你们的傲气。刘楠记得吗？从粪坑里头捞起来扔进了医院，就再也没有见到我。他好了，被调走了。我是这么跟你们说的吧？不，他死了，你心里面特别清楚。我没有忘记。不是，你忘了，你什么都忘了，你忘了我教你的一切，你忘了六个字：忠诚、服从，还有死亡。明天早晨以前。刘黑仔必须死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是。等一下，我再教你一课。以后说谎的时候，一定要盯住对方的眼睛。
更重要的是，你必须要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，全都是真的。明天早晨以前，刘黑仔必须死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咱们现在想杀鲍玉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，而且日本人搜查的那么严，咱们现在行动会很危险，要不要先回去避一避啊？我们这次来香港只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就是要干掉鲍玉强，第二个要除奸。彻底清理咱们队伍中的奸细。你们不会怀疑是我吧？其实这个人我们早就已经发现了，这个人很特殊，在我们的队伍中已经跟我们参加了很多次战斗，在生活中也和我们产生了感情，所以组织上的意见是对这个人要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，所以不要再说了。我是军统的人，出卖根据地的人是你，出卖火圣的也是你。不，火圣不是我出卖的。阿彪阿强，坐下。刘黑仔，其实你们早就知道，我的任务就是来杀你的。为什么到现在才想处理我？因为我想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回头。我已经走得太远了，回不了头了。路是自己选的，永远可以选择。我们还是把你当成我们的朋友。我现在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，你现在有两条路。第一条，你现在就可以走，我们给你做一个假死的消息，以后你就更名改姓的活下去。另一条呢？就是加入我们的队伍，和我们一起战斗，但是你必须先经过组织对你的改造，到那儿，你会被训练成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。但是我得提醒你，以你的情况，这条路很难走，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以后再回答我。不用再考虑了，什么时候去都行。那我连夜就派交通员把你送走。好了，跟大家伙告个别吧。
不用了，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是你们的同志。这个狗汉奸混得还挺好的，管他混得好不好，今天必须得死，你获胜报仇。今天不能动他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动手，这样既报了仇，也不会暴露我们的身份。阿珍，他从队里消失，和仇人在一起。看他那样子，他怎么能忘恩负义？谢谢。把他抓回来。这边一定有误会，晚上找到机会好好问问他。你别管，晚上我去找他。千万别让他跑了。五条。姚姬，淘气。九饼，哎，糊了，哎，又糊了，哎，快快快，给钱给钱，谢谢，哎，来，哎，太调皮，来，赏你的，啊，真的啊，谢谢大帅哥。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怎么会一个人坐在这儿呢？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美丽的女人都有毒，你最好不要靠得太近。有腔调，我喜欢。你喜欢，不代表我也喜欢。我不信。你信不信？我对你不感兴趣。你的身体已经出卖了你的语言。我爱的是珠宝、名牌衣服，还有有权势的男人，唯独不爱的就是钱。看来读过书的女人就是和他们不一样啊。除了钱，你还能给我什么？只要你想要的，我都能给你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发誓，只要你一直跟着我，
先生，可咱们才是第一次见面。嗨，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特别的熟悉，就好像咱俩认识了很多年似的。这么说，咱俩还挺有缘分的。我看很快，你就会离不开我了。我争取一辈子都不离开你，直到你死的那天。回来了。谁？你觉得凭你一个人的能力杀得了鲍鱼强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不想连累大家。好，那说说你的计划。枪一把，命一条。你以为鲍鱼强是15岁的孩子？佩珍，我现在非常清楚你的感受，我知道你很痛苦，我也很痛苦。阿胜是我们从小的兄弟，这个仇我也一定要报，一定要杀了鲍鱼强，而且还要杀得漂亮。你觉得这些靠你一个人能完成得了吗？我相信如果火生现在还活着，他不希望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。为了火生，明天归队，我们一起商量怎么干掉鲍鱼强，好吗？小姐，您看。再看看这个，真好看。把那条最大的给我拿过来。啊，好的。这个才配你呀！啊，试试。那真是让鲍先生破费了。嗨，客气什么？哎呦，太漂亮了！真漂亮啊，这条项链。亲一个啊！别这样，你要知道，我想要的女人还没有得不到的。只要一句话，我能让任何人在这座城市消失。鲍先生，您这话说的就严重了。要不然，明天去我家，我好好伺候你。哎，女孩子的家怎么能随便让人进呢？还是来我家吧。啊，他家附近的地形你熟吗？这里是鲍鱼强家，地势高，在顶楼，并且周围也没有什么遮挡。他家有一个阳台，关键他的枪永远都不离身。这人很谨慎，今晚不宜行动，太莽撞了。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，我感觉鲍玉强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所以我们得尽快的想出十成把握的方案。我倒是有一个方案，咱们应该找一个最热闹的地方，在公共场所里面下手。你的意思是？3天后戏院有《霸王别姬》要上演，到时候港九地区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来，就在那天晚上，你带着鲍鱼强去看戏。
咱们在大西院里把他干掉。就这么简单？我需要两个人。谁？一个是能弄到大量烈酒的人，一个是能打开戏院后门的人。好，这两个人就包在我身上了。你有人选？阿金和阿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阿娇？你要去给火生报仇？你再跟黑仔他们商量一下吧。你自己多保重。佩珍姐，我一定要去。那我帮你。阿娇，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猫哥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你的伤也是因为我，还有那么多人为我而死。我这些天都没有睡着觉，在梦里我梦见另一个阿娇，她就站在我的面前，她的眼睛看着我，她一遍一遍地说：阿娇，你是个没用的人，你懦弱，你是个只会拖累人的祸害。佩珍姐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带我去。哎呀，多大了还玩这种游戏啊？佩珍，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？我回家收衣服去了。收衣服？好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。抱歉，我真的帮不上什么忙。好兄弟，你别这么快拒绝我啊，再好好想想。我实在无能为力。阿金，现在时间紧迫，这件事情只有你才能帮得上忙。现在香港密探人数众多，汉奸活动越来越猖狂。这件事情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，而是大家的事情。这关系到所有香港反日人士的命运。只要这件事情成功，将是对那些汉奸们一次天大的震慑。可是我觉得，抗日非一时一日之功，并不是我们两个人能够左右得了的事儿。我呢，还是保住我这个小家吧，照顾好我的老娘和老婆。实在对不住了，阿金，没有大家的安宁，怎么会有小家的平安？现在世道挺乱的，多留个心眼儿，自己多注意安全。报仇，阿金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狗狗的阿苏伯嘎，太君，请进。狗狗的阿苏伯，请进。哟西，过去的，两杯白兰地。好，太君。知ってるか？ゆっくり話すのが直接切り落とすより楽しいよ。当時現場でいないのが残念だね。南アジアでこんなに長くなって何も試してみた。人を割るとか子供を燃やすとか、指導者がバラバラにするのが見たことがない。もちろんだよ。車は買えるのかな？それはお金持ちな人が遊べるゲームだよ。俺らはせいぜいこの場所でただ2杯しか飲むしかないんだよな。中国人を遊ぶだけだ。おい、道中。好太君。教えるよ。その中国人は違うんだよ。あいつらは本当にあれだよな。おい、バカ野郎！啥都鞋子穿了，快点过来给我弄干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太君，我给你擦啊。切。
我给你擦。拿这种东西擦，不是越擦越脏吗？太君，这用你的舌头给我舔干净。这不好，不合适，这个。你这蠢货，不想死就舔，舔啊，舔啊，舔啊，听见没有？喝了它，喝了它，喝。干杯！多谢呀！你这个蠢货！哎，阿金，我们先走了啊！走了。佩珍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什么事情让你有这么大的勇气，连死都不怕？死，这个字对于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在这个世上，我唯一的亲人就是我的父亲。我父亲，他是个老师，他总是希望我找个正经事儿干，找个好婆家，过上安稳的日子。所以后来，他把我送到香港来，去英国人学校学护理。我唯一的亲人已经不在了，他们割断了他的喉咙，还把它晒在旗杆上。这一切都是那些可恨的日本人干的。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着刘黑仔他们参加游击队。我每一次开枪杀人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，因为我杀的那些人都是该死的日本人。在我心目当中，有一个男人，他叫火胜，他就像亲人一样对我。每次不管我怎么打他骂他，他都无怨无悔地守在我的身边。无论行动有多么的危险，他都会舍命保护我。就是这样一个好的男人，却活生生的被他们用汽车给分尸了。这些事情的人就是日本人的走狗，宪察队大队长汉奸鲍鱼强。阿金，这次行动就是刺杀鲍鱼强，只能成功不许失败。需要你的帮助，你的家人也需要你的保护。
出去了。坚强和不屈，我的兄弟，我们十指连着心，哭在一起，痛在一起，笑在一起，哭在一起，对在一起，错在一起，我的兄弟。十指连着心，我们必须肩并肩向前，生在一起，死在一起。我的兄弟，因为十指连着心，我们必须肩并肩向前，生在一起，死在一起。生在一起。